那个当年的娃子，现在也变成官僚了，财政吃饭，财政吃饭，光吃饭，什么正事都不干了。怎么了？让他亲自驮一次盐，他现在也不会打这种官腔。那多不杰的父亲都驮了大半辈子的盐，这驮盐的辛苦他能不知道吗？肯定是有什么难处呗。你这急什么呀？行了。李高原同志在家吗？谁呀？进来。 你就是李高原同志吧？我是。哦，我叫吴谦和，是新疆畜牧厅来的，现在在改泽县畜牧兽医站工作。啊，今天来有点事要打搅你了。我就是个大闲人，谈不上打搅。来，坐。哎，倒杯水啊。你说吧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发现咱们牧区的人。 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去用盐，就是因为这里的产出不足以换取所需要的粮食，也就是说，改泽一带羊的品种有待于改良。我提出了这个建议，可是一直都不被重视呀。你为什么来找我？啊，是这样，你根正苗红，父亲又是阿里军分区的第一领导，兴许管用。 你详细说一下情况。是这样，在我们新疆的北部地区，有一种细毛羊，体大毛分，非常适合于在高寒地带生长。你的意思是，把它们引过来，改良藏北绵羊？对，正是这个意思呀。哦，来，先喝点水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 余斌在这查理，前来报道，请领导指示。阿里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只是想跟你谈谈。领导的批评我铭记在心，朕积极努力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就没有必要再谈了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说声对不起。领导的严格要求是为了士兵的进步，谈不上对不起。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 我接到通知了，马上就要调到阿布齐哨所去当指导员。恭喜领导高升。这次上去，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一年半载是下不来的。我想在走之前跟你说，我喜欢你。 但是不许谈恋爱，这是你教导我们的。对，我就是想说出来，你知道就行了，接不接受没关系。这样我就可以没有遗憾的走了。这个东西我准备很久了，送给你的，阿里。 你们这次出差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要注意安全。啊，部长放心了。农牧局现在拿不出买种羊的钱，这点钱作为你们的差旅费吧。这些已经挺好了，我们再凑合凑合。啊，赶紧能买几头羊。啊，赶紧上车吧。谢谢。 啊，好，再见。这次总院啊，打算选一批人到内地去进修，为攻克高山病培养专门的人才。嗯，好啊。哎呀，这个高山病啊，当初那么多兄弟都倒在他的手上，这么多年了。 一直是咱边防部队最凶恶的敌人，一定要克服他。
阿里要是能够克服高山病，阿梅啊真的可以是含笑九泉了。你让阿里也去啊，他行吗？阿里是科班毕业，基础扎实，尤其啊是爱动脑子。哎，这次选派的人呢，一定要从在阿里地区生活过、工作过的人当中来选。这样，我马上上山，我帮你选人去。什么？你这身体恢复了吗？你？哎呀，你现在上个山那么容易啊？你沿途那么多兵站，又有车坐，我的身体，我身体比你好，比你好。哎，你个倔老头，你等会儿我你。厂长啊，我就那么多钱，你看看能买几只？这个钱只能买两只羊。这么贵啊？一个中央，一个小银行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能不能便宜点？我们就这些钱了。走吧，跟我来吧。好，走。这么多羊，我们可买不了。你们在阿里工作很不容易，连家都顾不上，这就我们算送你一些羊。这太感谢了，这钱你得拿上啊！钱不要，钱不要，钱不要，我们就是兄弟一家嘛，有需要我们全力支持。谢谢厂长。不是，不谢不谢，我们是兄弟一家嘛。谢谢谢谢谢谢厂长。你真打算一辈子不和他们相认吗？他们受了太多的苦，也该享享福。那你呢？就这么一辈子苦着自己吗？只要我心里有。阿梅，今儿逛的咋样？都买啥了？给你织件新毛衣怎么样？哟，你拉倒吧！这红了吧唧的，你说这要织好了，我穿着，那不得让人笑话死？你别找了，把手伸出来。买啥关子呀？啥玩意儿？表，我有表了呀。你那块不拍不走的老表早就该换了。真不赖。哎，你听，那家伙走的刚刚的啊。这个羊怎么了？哎呦！快拿氧气袋！怎么了这是？缺氧造成的。缺氧，快抢救！快点救！救
幸福了。停车！不能停，不能停！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是在海拔的最高地区，车越往前走，海拔就会越低，就等于给羊施救了。没救了，救不过来了。还好，比我们预计的要好多了。过了这个界山，就不会有事了。羊怎么样？各项指标基本正常，他们已经开始适应这里的环境了。也就是说，咱现在可以培育种羊了。哎，太好了，老五，回头我请你喝酒。哎，扎西大叔，这边。扎西大叔，哎，种羊呢，在那儿呢，准备好了。走，哎。哎，刘秋水啊！哎，取好了。哦，种羊的，张西大叔，这就是种羊。这是种羊？哎，对，赶紧拿去冷藏。好啊！胡闹什么？我放了一辈子羊，还从来没听说过玻璃棒棒能生出种羊来。哎，张西大叔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要相信科学。这通过科学的方法提取的优良基因，你让开！我看，你们是在糟蹋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先从别的牧区找一些羊。扎西大叔在这个牧区很有影响力，不着急，我做他的工作。阿里，嗯，你听说了吗？嗯，总院派曹主任过来选几个人去内地进修，好像是为高原病的事儿。是吗？嗯，选几个呀？嗯，不知道，反正我和春霞都不打算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想啊，
那要攻克高原病了，以后不得在这儿待一辈子呀？反正我去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，快，快把衣服脱了。哎，累不累呀？没事。高原，我正想给你发电报呢。啥事儿啊？我有了。你说啥？我有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还有点紧张。你紧张啥呀？这是喜事儿啊，我又当爹了。哎，你啥样我才有，你听什么呀你？这样，咱现在就下山。现在？对，就是现在。坚持一会儿，要不你也陪菲菲下山吧。我这人还没着齐呢，走不了啊。哎，那选个人这么难？现在啊，只有阿里一个人愿意留下。为啥？其他人啊，怕扎根高原。大家注意点啊！啊，爸。我这次啊就不陪你下山了，山上的工作还没忙完呢。没事儿，爸，你忙你的吧。我通知阿里了，让他陪你下去。谢谢爸。哎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哥，嫂子我来送，你该放心了吧？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宝，一路上要重点保护。知道，刚两个月没那么娇气。哎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嫂子，上车。走走走了啊。曹老师，生完孩子还回来吗？回来。不，你不会回来的。山上的阿姨在山下生完孩子后都不会回来的，他们要在山下养孩子，他们的孩子是不能上山的。孩子从寺里请来的，菩萨保佑他平安降生。扎西的泪，扎西的泪。Thank you.
情况非常危急，他们已经严重出现脑积水，再不往上加送的话会很危险的。我想想办法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压着炉子屋里暖和。你们不知道炉子最消耗氧气吗？抬出去。报员，马上呼叫军区，让他们派车来接伤病员。是。参谋长，准备好担架，送他们下山。是。王处长来电话了。啊？他说啊，阿梅这事儿毕竟过去了很多年，现在解决起来呢，还是很有困难。有困难也得解决。过去这么多年，你就因为过去这么多年，你才能更应该跟人平反吧？让好人蒙冤，这叫啥事儿？我就不明白了啊！你说咱找了那么多人，你咋就办不好呢？哎，老战友啊，你说你成天惦记着替这个阿梅平反这个事儿，你家素娥她知道吗？我没跟她说。最近呢，就是她也不知道怎么的了，莫名其妙的老发脾气。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叫啥更年期？嗯。给我，没事，我行的。你别在这逞强，一会儿你倒了还得抬你。来，给我，走，你走前面。哎，这童华这个小子你可是知道的啊！我让他去石泉河，他非要挑这个条件最艰苦的阿武器。这个小伙子可真是不赖啊！嗯，这司令。咋了？刚刚接到报告，阿布齐少佐遭遇突降大雪，多人出现重度的高山病症状，他们向我们求援。得赶紧想法子把他们都接下来，尽快的接受治疗。接三间防病站。老张啊，我车青云。我那个闺女下山去了，路过你那儿的时候，你把她截住，啊，让她马上返回。对。张站长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下山了？我刚接到车司令电话，让你马上返回去。怎么了？阿布齐哨卡多人出现重度高山病症状，你快去吧。阿里，你快去吧。我在卓玛阿姨这儿等你。好，那你自己保重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阿里，小心，注意安全啊。指导员，再往前走会有更多人倒下的。那怎么办？回去啊。你救得了他们吗？再往前走走吧，也许救护车就在前面了。哎，蔡医生过来了。有几个战士出现了高原反应？目前有两位同志。多准备几个吧，防止下山的时候战士们再出现什么状况。好的，抓点紧啊。好的。来来，都抓点紧的。好。周芒阿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说不定我和高原现在已经离婚了。菲菲，阿里怎么又返回去了？阿布齐哨所突降大雪，多人出现高山症状，我爸让他迅速返回参加急救。希望阿里能够理解你爸的良苦用心。嗯，阿姨，阿布齐哨所的指导员以前是阿里的领导，他很喜欢阿里，可阿里不太喜欢他，他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了阿布齐哨所。是吗？他叫什么？童华。童华。
枪声从那边传过来的，好像是老安他们。不好，出事了！走，走。咋样？大雪封山，病人送不下来。那就让救护队上去。阿里，你出去赶上了，快上车！山上的情况怎么样？快回答！山上积雪太厚，病员送不下去，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，情况非常紧急。阿布齐哨所的药品储备情况怎么样？药是有，但是卫生员不知道怎么用。迅速报告病员的情况。是。卫生员，你给曹医生介绍一下伤病员的情况。好。脉搏是多少？冯玉喜，脉搏128，呼吸18。那血压呢？血高压60，低压40。王婷婷，脉搏126，血高压62，低压42，呼吸20。赶快为所有的病员吸氧。对不起，曹医生，山上的氧气弹已经用光了。注射葡萄糖。情况怎么样了？病人还是昏迷不醒啊！盘尼西林，注射盘尼西林。是。曹医生，曹医生，请讲。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，血压和脉搏都恢复正常。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。老三来电，阿布齐上次的病人基本得到控制了。控制住了啊！你看我手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老曹中吧，一个顶俩。哎呀，这个老曹啊，他在阿里高原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。世上无难事儿。指望有心人吗？啊！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基本上已经脱离危险。太好了，辛苦你了。啊，没事。您刚刚恢复，早些休息吧。啊，
开通了，我得去一趟阿布齐。明天，对，明天，明天我就去阿布齐。不行，我答应嫂子监督你下山，把你累倒了，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啊！哎呀，那个女人的话你听她干什么？不要理她。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。指导员已经停止呼吸了。孩子，知道爸爸为什么把童华留在这儿吗？你来看，这儿埋的是张班长。他在过年的时候，为了让大伙儿能吃上口青菜，品尝野菜，被毒死了。蒙古人巴图，爸爸特别喜欢他，马骑得好，枪打得也准。为了给大家找口吃的，在打猎的时候被冻死了。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。有一次我们的马丢了，在找马的时候也被冻死了。刘志坚死于高原病，死的时候才16岁。方德宝也是死于高山病，一个河南的妖魔子。这是高原的爸爸李三相，同样死于高原病。他把能救他生命的唯一的一只盘尼西林留给了你爸爸。
灿烂的群星里，孩子，爸爸的这63个兄弟，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阿里。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上，那无私拼搏的就是我，在共和国的星河里，那永远闪光的就是我。不需要你歌颂我，孩子，你现在知道爸爸为什么把桐华也留在这儿了吧？他继承了先遣连的精神，融进祖国的心中。鸭血会坚强，不会忘记我，祖国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我。自从我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，我一直怪爸爸没有好好保护你，可我现在终于明白，真正害死你的是高原病。我决定去医科大进修，为了你，为了桐华，为了所有牺牲在高原上的烈士，我一定用最快的速度消灭他。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再回到阿里。这羊是不是快生了？是的，和人生孩子一样，一阵一阵的，等着吧。不说这人生孩子挺不容易的。怎么，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你不在身边？一说这事儿啊，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老婆。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在山上，没在眼前。别内疚了，山上的干部都内疚过，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很少有人在他们身边的。把这火加旺，等着这阳生，哎，等着咱们的成果。炸鸡大叔，啊，小杨，炸鸡大叔，我听说小羊羔子生下来了，哎，活蹦乱跳的，特好。小羊羔在哪儿啊？带我过去看看。这个看行，就是不知道您看完之后吃什么。什么吃什么？
这个玻璃棒子能生出小羊羔子来，我就再也不吃糌粑了。你这个小坏蛋，我打你！在茫茫的人海里，我是哪一个？在奔。